别人都交费，怎么就你不交费啊？你们不合理，我就不交费。哎，你挺牛啊，是吧？打他！打！打他！往死了打！踢他！踢！打死他！踢！打死他！往上边打！踢他！往下！停停！哎哎哎！住手！反了你们了！把手放下！我看谁还敢动！啊！你没事吧你？啊？为什么打人？打人犯法，知道不知道？他不交过桥费，我就得打他，怎么的？你想管闲事儿是不是？啊？吃饱你才。我靠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是市局的，公安局的，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嗯？这么说，市局的人你都认识了？不敢说都认识，头我都认识，我就是不认识你们俩。咱们打假还打出一个假公安来，是吧？打！谁敢动？哎呀，老爷子，我不说了吗？没有时间接待您啊。你还是走吧，我得办事啊。哎呀，你办事，我跟你讲，你转过身去，那边有个什么信访办，你到那儿去看看啊。哎，走了就是。哎，老黄。哎，大姐，程书记的秘书来电话，9点要来开重要会议，就那儿，要求处级以上的干部都要参加。是不是你的任命下来了？不要瞎猜，我的辞职报告已经递上去了。我倒是希望市里的领导跟陈书记对我的辞职有个明确的说法。哎，老黄，是挺你老同志，无论从资历上还是功绩上，谁能跟你比？再说老局长离休以后，一直由你来代行局长的职，我看没问题。功绩是谈不上了，只是希望大家都能理解我一点。是，局长。我是省厅刑警总队的黎健。黎队你好。这几个人你们处理。好的，黎队，还有什么指示？让你们负责人写个报告报到市局。是。走吧，小王。还有你，这回可有你们受理。快走，赶快给二哥打电话。快走。我宣布一项任命，经市委市政府决定，省公安厅同意，省委批准，特调省厅刑警总队队长黎健同志任云都市公安局局长，免去原省刑警总队队长职务。黎健同志今天正式上任。对于云都的治安问题，霍翔同志认为自己负有主要责任，并向市委提交了辞职报告。市委经过认真讨论，不同意霍翔同志的辞职请求。啊，黎健同志年富力强，工作经验丰富，对云都的情况也比较熟悉，我有信心协助他做好工作。黎健呢，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我不过多介绍了。黎局长，说几句吧。
程书记让我讲几句，我就讲几句。我是从云都出去的，霍局和戴局都是我的老领导，在座的很多同志我都熟悉。临行前，省厅领导向我传达了国务院主管领导对云都问题的重要批示，务必解决好云都的治安问题，还老百姓一个朗朗乾坤。这是领导对我们的期望，也是我们大家的责任。我这个人是刑警出身，毛病不少，不光领导对我要求极其严格，就连我媳妇儿也是一心一意想把我培养成大人物。临来的时候，他为我准备东西，一定要我带上这幅字。但我常看常学习，这是林则徐的一句话：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福祸必趋之。我看说挺好，代表了我，也包括大家的决心。上学了，爸爸得想法在你上学之前把你的病治好啊。爸爸，你说我这病是不是好不了了？瞎说，我儿子的病啊能治好。行了，哎，把钱挂好了。好嘞。你们看下面的安排。我先安置一下，下午两点我和霍局戴局去刑警支队研究工作。李队长你辛苦一下，你把前天发生的绑架案子做些准备。好，云都的社会治安就从这个案件入手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下边可就要看你们的了。啊，散会。啊，戴局长，刚才我听秘书说你在关丁桥都被人给截住了。啊，都是些小混混，我已经交给沙河街派出所处理了。哎，程书记，嗯，吃个饭再走吧。啊，不吃了，准备好了。啊，不用不用，要在这个大食堂吃吧，你们心里又过意不去，单摆一桌。我这一走，你们非得说我腐败不行，不麻烦了。走。喂，哦，好好好，大哥，电话。喂，我是马富贵。哦，霍局，哎，你说你说，不会吧？
好好，这事儿我处理。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燕儿，哎，进来看看去啊。知不知道霍局这次为什么没有被扶正？那么多案子都破不了，咱局子的人呢，个个都叫不醒。哎，论资格，霍局干了这么多年副局长，也该轮上了。哎，柯座，你有什么高见呢？他呀，年龄到限了。明白了。哎，张队，如果让他干，可以再干一届啊。我告诉你们，黎局这次调到咱们这儿来，可是程书记亲自点的将。你们看，还是人家张队长知道内幕吧？哎，哟，林队，林队，组织部干部的任免是不是都归你们考察啊？刘琼，别笑，要不你们几个商量商量，给我也提拔提拔呗？行，提拔，提拔。我可告诉你们啊，新来的局长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，弄不好啊，得刮你们的鼻子。要刮鼻子，也得刮个当队长的呀。我看行，刮我的鼻子。到时候啊，我让你下岗去抓三陪女去。去，哎，这好事儿你还让小韩去吧？她长得漂亮，不但会抓三陪女，还会抓色狼。小韩呢？抓你的舅舅。哎，队长。小韩，队长啊，忘了告诉你了，小韩的舅舅病危，他的材料让小陈向局长汇报。行，知道了。林局，过去，坐过去。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，省厅。刑侦总队长黎建同志奉命来到我局任局长，由我跟戴局协助他工作。今天上午在中层以上的干部会上已经欢迎过了，这儿就不再重复欢迎。下面请大家向黎局汇报工作，畅所欲言。林队，走，开始吧。是。今天是黎局走马上任第一天，就来到第一线和我们并肩作战。我希望大家认真严肃，一丝不苟。李局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这意思。不过放松点，是吧？干刑警的嘛，可不能假正经啊。坐坐坐坐。你们不坐，我坐。你不坐，谁敢坐呀？谁先说呀？霍局，黎局，是不是先谈谈前天的案子？好。经过我们刑技科查实，歹徒身上携带的炸药与云泉矿务局被盗的炸药属同一种类型，歹徒身上携带的枪支也是826大案中被盗枪支的其中两支。当时矿山分局内勤室的保险柜一共被盗手枪是七支，54是五支，64是两支，子弹120发。这次我们从歹徒身上缴获的手枪是54、64各一支，还有20发子弹。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。经化验，绑匪身上的炸药与矿山失窃的炸药属同一类型，还有这两支枪的枪号与矿山失窃其中两支枪号完全相吻合。歹徒的身份查明了吗？矿上的流动人口比较大，一下子也查不清楚。不过从现场人员调查证明，这两名罪犯是北方口音。